颈动脉斑块从形态学来分呢，有不规则性的斑块和规则性斑块，还有溃疡性斑块。超声的声学特征来分呢，有均质性的回声的斑块，还有不均质回声斑块。最常见的斑块其实就是那种混合型的，就是不均质的和不规则的比较多。规则性斑块像扁平板，有完整的纤维帽，这样斑块呢相对少。这样斑块它的危害性不是很大，因为它一般不容易脱落。就像咱们那个包着那个饺子或包子似的，如果皮儿呢比较完整，这样馅儿就不会露出来。如果是皮儿非常薄，或者是有破损的地方，这样馅儿不就露出来了吗？它就是一种酸渍，就容易形成颅内的血栓。像溃疡性斑块，它就是那种的，它皮儿已经破了。里边有个洞，这样呢，里边的杂质啊，脂质核类的物质就脱出来以后，就造成一种酸渍。